哎，今天晚上我订了一家餐厅，达军说特别好吃，咱们赶紧出发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走吧。哎，你等我去换件衣服啊？不用换了，吃饭而已。就只是吃个饭。啊，不然呢？真的只是吃饭，你没有什么话要说或者什么？ 特别的事？什么？何正玉，你不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啊？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别装傻了！就前天，你突然抱住我，然后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 我什么意思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怎么明显了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除非你说你跟我解释说是，以为时空融合要结束了，我们见不到彼此了。你一时冲动才，我能理解。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我希望你好好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。还有呢？ 还有，我要好好请你吃顿饭。你自己好好吃去吧。来。